嗨，今天红油抄手局准备开动。皮很劲道弹牙，馅料也好多，每一个抄手里都有整个虾仁。哇，一口一个真的好满足。点点糖一起嗦进去最爽。酸酸辣辣的红汤谁能拒绝？红油金针菇，金针菇多炸或者多煮一下，就不会塞牙了。吸满汤汁的金针菇，不要太过瘾。下次想看我吃什么，咱们评论区见，晚安，拜拜。